大家好，我是大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段杂日南木错的航拍史记。杂日南木错位于阿米地区错勤县境内，其藏语意为圣山下的天湖，湖面海拔4617米，面积1023平方公里，是西藏第三大湖。错勤在藏语中意为大湖，指的便是杂日南木错。杂日南木错北侧是走阿里中心的必经之路，途中湖边有一处高地，高地上有一块巨石，巨石上面是新一场杂日南木错的最佳地点，也被称为杂日南木错观景台。在这里可以看到令人震撼的宽阔的湖面，在观景台隔壁一处工地应该是修建游客服务中心。杂日南木错原本有收取门票，后面有停了一段时间，现在又开始收取门票。如果你走阿里中线经过杂志栏目处，不管是否看观景台，都需要收取120元的门票，否则还得等一段路。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震撼人心的杂志栏目处风光，看它值不值120块的门票。清澈高